辽镇打风阵坏了，贝大克坏了坏了，对面的话吕儿武装化身九黎法系，对面是212，好吧，对面名牌的就是他阵容。 OK， 紫禁城用了哪个？繁华藏三千，紫禁城用了吕儿化身，化身上了，那么九黎城肯定是没上了。 OK， 难道真的是标子吗？这是吕儿好像是四保一的点杀，没有看到先祖应该是四保一的大行，四保一大行来扛的，应该是感觉好像这样子。这是力武装吗？繁华藏三千，他们还有力武装，还真是啊。等一下瞅瞅啊，等一下瞅瞅，这力武装的话确实骑的是野兽，那这是个什么阵容啊？这是女儿化身地府，女儿武装化身地府，还带了个盘丝，女儿盘丝化身地府力武装，是这样吗？真是力武装，那基本上也算是标的行列，好吧，点杀的行列啊，这具体怎么点杀的，反正是力武装的点杀，好吧，咱们先不研究咱们的阵容了啊。对面的话是21轻宝宝阵容啊，我关键的宝宝咱们得数一数啊，数清楚了，宝宝因为掉的会比较快，对面九黎城加神木林冰砖冰锥卖的一个轻宝宝，所以说会清的非常快。关键们带地府了，爪子抓了，应该是吕儿盘丝啊，化身地府力武装，力武装敲金击玉，法连了一下，两下砸死个宝宝，力武装。对面不上地府，那么很难能断关键们这个节奏，是吧？关键们甚至天地可能都不需要怎么立，需要立天地红兽吗？对面没有地府打点杀，需要立天地吗？好像不需要，反正你又不能上地府点杀我。上来法连连了一手啊，一火叠了两层还丹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还丹两层。OK， 力武装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力武装如何来叠归真状态了。真的话，关张贝大克啊，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关张这一排的宝宝啊，这一排善恶的话都是超级合众的一排三合善恶，可惜了，飞了一只。这个红孩儿的话躺地上，这是鬼红红孩儿，红孩儿不是。一回合叠了两层归真啊，一回叠了两层还丹啊，一会如果法连的话，就一会能叠两层归真。关东方吕儿孙鸟阵一术，直接封对面吕儿孙准。对面的话给吕儿孙补了云诀。关东方的话因为有地府啊，对面想抢一术有点难的，对面毕竟没有地府，四回数的蓝药不知道得出多少个。好吧，咱把关东方的宝宝记一个啊，关东方的宝宝记一个，对面的宝宝咱就不用记了啊，对面的宝宝不可能死得完的。对面九黎城封以二刃锤，一号宠则锤翻，因为对面就是个轻宝宝的阵容，职业轻宝宝的。对面锤关东方五号宠，五号宠绿了，锤关东方这个上肢为了这个锤的好痛啊，这是锤两千多的一顿暴击。攻宝宝的话则把对面九黎城先拍死啊，这九黎城死的话很容易啊，毕竟就是一个骷髅怪。四回合关东方一号宠飞了，10010，对面五只宝宝站得很整齐。关东方武装的话已经是三层的还丹了，跟大家介绍这个力武装它是如何来打它那个被动的啊，它是先叠还丹，还丹满了三层之后你再出技能，那么就会扣身上的人参果，之前是不会扣人参果的啊，明白了吧？前面不会扣人参果啊，等它叠满三个还丹之后，就身上有三个人参果娃娃在转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个等叠到有三个人参果娃娃围着它转之后，你再锤出去，再用敲金击玉，那么就会消耗身上的一个人参果，那么就会叠到一层归真。如果说出他的法连砸两下的话，那么一伙可以利用一个人参果去触发两层归真效果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对面甩放下吧，放下甩出来，背包里面一共是20个人参果，我们曾经看过鱼岛打 PK 啊，他是直接带了20个人参果，就什么都没带，就一背包20个人参果，但是两种五行的，因为他一个五行要是没搞出来的话，就直接换一个五行，他会自己带的卷的，好吧，改一个五行，应该是两种人参果，所以说他们是这么玩的。反正嘛，三号种飞了，咱们宝宝记一个。这一波的话武装舔了个无魂，没办法啊，这一波的话没叠出来，
啊，如果说下把再中无魂或者是被控制住的话，那么就极有可能好吧还单状态就断掉了。这个还单的话是需要叠起来的啊。对面一顿敲敲的真痛啊，把五号位敲的好残。宝宝10111，在观众方宝宝少两只得出宝宝仔。血量有点小低啊，对面九黎神主要是大克观众方，锤的太痛了。这还没等观众方武装状态立起来了，这人宝宝已经飞的差不多了，锤的确实痛。这一波如果武装还是没有用敲金区域出去的话，那么还单状态就掉了。看见没，还单三层剩余一回合，这一波不出手这个状态就掉了。如果有归真的话，归真也会掉。看看这一波对面女妖村的话，则碎玉选择封观众方，给观众方封中一个碎玉，封中碎玉没封中，你妹的，武装对面七血的，那对面没有控武装的话，那这波的话砸出去了，好吧。水仙水保武装出手的宝宝的话顶个大金，在观众方这个血量都见底了，好吧，没有慌啊，看起来是没有慌。这时候观众方的话出一堆隐身虫各种来扛，敲金机遇砸出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还单还是三层。等对面先怼观众方九黎，对面九黎先怼武装怼的死，不看看打到浮空三个锤，好像盘丝要扛不住了，这盘丝第一刀贴盘丝，第三刀盘丝被砍死，好吧，盘丝被砍死，然后对面的法器侵蚀怼死观众的武装是被打倒在地，有点坏。化身没有选择活血啊，化身的是保这个力武装出手的，状态虽然保到了，但是人死了两个，有点惨，盘丝倒了。看状态，他是应该是一层归真的啊，三个还单啊，一层归真。真正厉害的这个是什么状态呢？就是归真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归真的这个状态，归真一层。最厉害的状态就是归真了啊，每一个归真都是加伤害的，而且可以往死里叠，如果你剩下多少人参果就可以叠多少层啊。当然如果是你触发法莲还能多一层，身上没法莲啊，剩有法莲是吧，看看这波能不能砸个法莲，拉起来砸个法莲触发一下，砸两下下巴就三层归真了。如果说要点死对面一个人的话需要多少层归真了啊，我感觉正背大克啊没有个七八层应该是不够，就是说观众方如果用力武装去一棒子把对面砸死，应该需要七八层的归真，没有七八层的归真不太够。观众方这一波力武装拉起来，别舔无魂砸得出去不，现在是一层归真，这波砸出去两层，如果出了法连三层来了一下6700正死，有点难受，只有两层，好吧，两层归真啊，归真看到没，两层的归真剩余两回合。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你的回合一旦是没了啊，剩余两回没了的话，这两回没出手的话，那么这归真状态就断了，而且你还得从零开始叠。对面的话直接是高级反震的宝宝把力武装震死了。女妖村观众方有盾，而且观众方女妖村好像还没医术，这观众方要不要把他医术抢到啊，这是没医术。女妖村观众方这个拉的是宝宝是黑马吗，隐身的这个如果是黑马应该有医术了，哎呀不是，不知道是不是没黑马还是怎么地，反正没医术啊，只要是后上塔的，这是对面的话先封观众方地府，先把地府封上不让地府爪子，化身观众方活血活口盘丝4500，血量的话再顶个大金，对面破甲破女妖村，对面炎魂搞起清宝宝阵容，直接清观众的五号宠魔神四法，下巴的话对面四个技能啊，一把手掌推一下好吧的魔神四法，下巴四个技能搞起，对面的话宝宝也是鬼魂的，因为现在的九黎神清宝宝太猛太猛了啊，搞点鬼魂宠出来扛一扛，没鬼魂宠真有点顶不住。四号宝鬼鼠拉下舔无魂，哎呀但是叠的话漫天加5%伤害，这一套的话也算是不亏啊，但这一把一定要出手啊，这把要是没出手裂了，这把没有出手归真两层就断掉了，你看没，归真两活只剩一回合的，只是剩余一回合，还单也剩余一回合，掉的话就掉了五回合的一些状态，所以这状态尽量别掉啊，一旦掉的话就很麻烦了，一旦掉了伤害就回去了，这个伤害点九黎城应该点的死，但是观众方地府是被封的，观众方没有两个武装，只有一个武装，而且把那个武装做成了力武装。八回合观众盘丝还得再活一口，对面女妖村医术
塞无魂继续给武装了，希望这个武装把技能断掉，咳咳，看看怎么说。这把如果舔出去就断了。武装对面是给九黎神上天地，化身官他妈活血活把盘是活满，地府官他妈给了个水星保武装了，如果舔无魂这一波就炸了啊。没有，敲金机遇出手，归增三层，这状态是一把一把的往上叠啊，归增三层。对面魔神施法四个技能高起，但是关键的宝宝都是隐身虫，对面干脆好吧，你隐身那我就弄你人了啊，锤地府则锤五千，又锤个八千，铁火双阳再扬起来再锤，这是很厉害的一波招式，魔神施法直接把地府锤飞了啊，反反凶残。对面的法系的话直接是风卷残云在秒手，红孩儿鬼魂则躺地上趴着，这各种鬼魂虫就赖线给你抗住。大金冠的话有点吃不过来感觉，对面九黎神这波继续三个技能，而关的方的话目前三层归真，现在关的方急需要把归真叠到至少叠到七层八层，没有七层八层肯定是不够，可能想着去点下对面的法系，还是说点对面的谁啊，点对面的武装女儿或啥的，现在伤害肯定是不够啊，没有七八层不够。主播打不打蚩尤是吧，主播怎么说了，紫禁城赢了我去跟风少去申请一下好吧，去揍下蚩尤。上个月蚩尤我们打的十二回合啊，历史上最快的一个打蚩尤的一个十二回合啊，那时候就是我开的九黎神打的超快。这一波的话关东方直接是封武装，然后盘石丢落花，结果对面的武装金星诀把落花也解了，完蛋。化身关东方是把流云诀给李游生补上，抢回风起一束，武装关东方用高速波拉起来，这一波能出手吗，头上一个无魂，现在归真的话三层，这一波砸出去四层，敲金机遇把他们九黎神压死，敲金机遇四层，好吧，这一波的话四层归真了，快了快了，伤害快起来了，现在就等着看什么时候点杀了。宝宝归宿拉起关他妈地府，这地府的话起个盾，那对面的话九黎神拉起来继续出手，对面也是保证强拉了，风影二刃三个技能，三荒浮空浮到地府只打了一百，但是浮到空中之后打的比较多了，看看锤地府有盾，把地府又锤了八百，地府上如果是轻霜就被毒死了，地府身上刚好是轻霜那被毒死了，看能不能神又神一手，有点麻烦了，关东方有点扛不住啊，对面亲宝宝太凶了，亲宝宝死的是太凶，好吧，地府被毒死，对面女妖村直接封下武装，把武装准封，关东方女妖村的话给对面九黎神甩无魂，磐石关东方也上混元闪的，对面把镇压令旗给九黎神挂起来，让他伤害变得更高，化身关东方给女妖村活一口啊，有点吃不住伤害了，这五号应该是个引攻，引攻的话只要是顶了个血给化身，然后对面的话这一波九黎神终于舔了个武魂了，关他妈稍微缓解一手，但是有个难点呢，关他武装的话这波没出手啊，得注意了啊，武装没出手，好吧，这个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下回你武装是一定要出手的，如果武装下波出不了手，归真就断了，那功亏一篑了，四成归真要是断了那麻烦大了，这已经是吃了四个人参果的伤害了，这一波一定要想办法出手啊，看是引攻拉起来啊，配速开还怎么地，这把是一定要出手，出不了手这状态就叠了半天好吧，白费了。十一回合只要保证连续出手就不会断，就会一直有这个伤害，如果一旦断了那你伤害就大打折扣，就完蛋了，一旦断了就废废了。对面女妖村还有医术，直接封关东方女妖村准，关东方女妖村人解封，把地府解封了，地府毒的吗，这是还是说还阳术拉的啊，关东方的话这一波直接是盘丝人拉起来，完了给宝宝套上，这宝宝如果开封印就裂开了，六道想把对面的九黎神压死没成功啊，还好这个宝宝开了头三个无魂没断，砸出去了一万两千七，把对面宝宝砸死，还行，没断没断，如果是一号包开的话一号被套了，一号包被套的话完蛋了啊，还好还好，对面砸一号包，一号包砸绿起，这一波很关键很关键，没断没断啊，这断的就裂开了，宝宝的话关东方血量一顿顶住十二回合，上马一断的话那重新得叠了，好吧，现在五层归真了啊，感觉可以尝试杀下法系，
如果说现在的伤害能点谁的话，只能点法系，点九力神的话，对面有个天地啊，消失王挂不进去，要么就清宝宝了，是吧？继续叠第六层，现在五层归真，伤害是越叠越高的。这无魂上把要中了就废了啊！关德方女儿村够金星了吧？这是塔上的身有点长了。对面这个九力神这波三个技能，而且对面九力神头上有爪子，有入鞘的状态。关德方的这个盘丝地府都被怼死过，对面女儿村这把女儿村笑掉。关德方女儿村的话完了，真金星被笑，血亏，好吧，金星被笑。盘丝关德方含情脉脉封一手，对面的法系把他法系封住，对面的武装套化是没中。化身关德方加了个法莲啊，这个时候不加血好吧，加法莲为了状态。直接小爽挂武装，大哥五层就开始来点杀了，打了个碎甲术啊，这个有说法没？连吗？没连，哎呀，伤害还是不够，说他层数还是太低了，都已经尽全力了啊，宝宝已经刮出了一个碎甲刃了，是吧？宝宝刮了个碎甲刃啊，化身加个法莲没连了啊，还是什么了？层数低了，我去，对面锤关他妈女妖村，女妖村空血了。女妖村空血，我的哥，善爆！这一波关德方应该是比较着急，知道自己死期将至。对面要拉坤的话，关德方女妖村应该是要神住了，幺六三应该要打出来了。十三回合，化身关德方这波怎么都得活女妖村吧？地府关德方毒吧，这血量，赶紧毒两口啊！毒两口，毒两口。这归真的话，目前还好没掉啊，六层归真。郑大克打得太痛了，对面的话上了个地天，关德方这时候乾坤挪移把对面的小死亡解除掉，要杀对面的九力神。盘丝关德方走的时候惊奇，对面武装套化身虽然套中，但是对面的九力神好像不太好整，看看这一波，对面化身惊奇放早了，地府他妈卡在后面放小死亡的中了，完蛋，六神归真应该砸死了，三万一坏了，对面九力神直接被砸倒，紫禁城看着能缓一大口气了，这是法系的话，对面这波亲死亲宝宝的没反应，对面虽然拉了个地形，但是感觉这个地形的话可能都没力武装快，我去，这一波真的是万分危急的时候啊，来了一个乾坤挪移把天地同兽取消掉了，点杀对面点死了，不过对面女妖村医术啊，丢真过来关张地府严肯定是严不了的，能缓点节奏啊，绝对是能缓点节奏，这要是节奏缓不了，这关德方直接炸开了，是吧？你对面九力神如果说上把继续出手，这关德方成啥样了？已经完全已经扛不住了啊！这个乾坤挪移来得太关键了，成功点杀对面的九力神。十四回合，化身关张被套，那个这个引弓可以开封印了。这个引弓开封印的话能活手，赶紧把女妖村活一口。现在关张归真的话已经来到了七成了啊，七成归真。盘丝关德方立塔巴哈立着，对面的武装套把力武装套上，七层归真，这一波没出手，下波就必须得出手了。关张把力武装活了一口，没管女游村，对面关照照关张引攻的，金星一剑怼引攻绿了，力劈华山砍引攻应该死不了。第三下还是打死，好吧了。最后一下怼了个宝宝，怼了一小手，宝宝的话顶个大金给女游村，关德方六到五量杀对面的，杀对面地形呢没杀掉。四号宠神奇，这关头方节奏缓了两回合啊，可能这两回合就得缓过气来啊。女儿村关头方又是用大金扛住的，用大金卡两个，直接把女儿村血量卡的差不多了。十五回合，这关头方地府爪子应该终于可以抓了，这是。力武装这一波的话不能断了，很关键。力武装这一波如果断了，七成规则没了就是损失惨重。像这种七成归真的啊，你如果一断的话，身上少了七个人参果娃娃了，这个是一定不能断的啊，这一波断就裂了。对面会甩无魂吗？这是来了一个无魂，关德方的话给对面的化身甩无字金，对面的工地星的话砍了关德方四号，炸了七千五，这宝宝炸飞了。一号开了吗？一号没开啊，地府人开了，保证出手啊，地府人开了，然后一个砸的是对面的九力神，应该是砸了九力神，然后对面九力神没拉起来，砸了对面的武装了，应该这个情况。好吧，没断啊，没断。虽然说武装把归真续住了啊，但是关德方的代价也是比较惨重的。不对啊，对面都啊砸了地形啊，砸了地形滑到武装身上了，九力神还起不来。来看看这一波，八成的归真啊，归真还在。八成归真，怎么说？
我感觉现在点法系点武装的话应该都很有门道，点旅游村应该也差不多，但是点旅游村那边旅游村可能是113的，需要点破113的宝宝。杀化身应该是不太可能的，这个八成归真杀化身有点太儿戏了，化身也有113的，杀化身应该不太可能，杀旅游村的话防御稍微低点应该稍微好很多。看看杀谁了，或者说这波还是先清个宝宝继续叠九层，看看怎么说了啊。目前16回合，宝宝观察方地府烧宠盘式烧宠，而且观察方这个地府的爪子好吧一直没有空啊，太忙了，一直没有时间去抓对面，要抓两把对面观察方旅游生就抢回一束了。毕竟是鸟头位的，这鸟头位的旅游生没一束，应该是属性调的稍微比较抗性啊，因为对面明哲上九力城的，所以说观察方为了上的抗性一点点，这一波观察方无资金武装，看看怎么说。这波观察方很明显消双挂武装的，禁鸟给上不让加血，对面的武装的话天地红色把九力神先天地上，这个武装你还好吗？这武装看看这武装怎么说，如果武装死啊，大死亡中了，小死亡不用给了，大死亡中了，对面旅游村刚好没有宠，一个砸贴住，对面武装还没死，武装的话血量比较低的情况下会有一个比较抗性的一个情况，叫奇门五行令的法宝，好吧，它是触发的奇门五行令的法宝，血量越低效果越强，抗性越高啊。这一波的话很明显就是触发了这个机制奇门五行令啊，这八成的一个归真好吧了，砸不死，对面宝宝再把盘石砸掉，紫禁城还是很难扛，恶霸砸武装没反应，点不死点不死，点杀失败怎么办，点杀失败这可怎么办啊，情况有点不太妙。你看场上观众们只有六个单位了，盘石还倒地上倒着了，对面上两头地形，化身观众们一口获取活旅游生，把旅游生都满，场上观众好像没宝宝拉人了，这是对面拉了三头地形，武装观众们敲金击月锤一头，现在的话归真十层了啊，十层归真，对面风影二刃压力武装，三荒浮空浮起三个，一顿削旅游村3600-2200，旅游村削残了，刚刚活满旅游村，旅游村就残血，神木林对面再来手风卷残云秒，直接把观众方三号宝秒残，这可如何是好，观众方所有的人呢加起来就一管血了，这四个人的血量加起来就一管血，这可如何是好，这化身可能都没带凝元台的，这个血量观众方感觉有点吃不住了， 这个伤害，对面还两头地形，不会这么着结束了吧，这一风阵大可了阵，这伤害对面就是一手九力神亲宝宝阵容啊，就是九力神二幺二，好吧，亲宝宝战术，打把那宝宝打没，然后再把你人也给你刮残。这龟神的话十成了，断是没断，但是其他队友扛不住了。两头地形卡壳了，这地形应该是出手了，有点坏菜。这观众方的什么旅游村的化身呢是吧？抗性肯定非常好，但是你扛得住宝宝的。这个抗性扛不住人呐、啊，这是对面九力神人的伤太高了。旅游村观众们人直接拉起盘是幻境术，直接用幻境术来扛一手。对面的武装血的逆着，地形对面超级高速地形攻的，清这个法防的2100，这法防能绿一下不？很关键，很关键！哎呀！怼到武装大死亡了，武装倒地，化身观众们已经吃不住了，舍身舍自己，都已经放弃旅游村了，都为了救这个就是自己，好不啦？先把心脏救活，旅游村倒了，完了，武装状态毙掉了呀！这武装现在的话，归真十层，下活只有一回合，拉两只羊户你都拉不起来。拉三只羊户才能拉起来，拉三只羊户谁来拉人呢、啊、这是没宝宝拉人了呀，龟身毙掉了，这龟身毙断，九力神这门派的话砍这个113砍得太狠了，完了结束了，这一波就算你拉两只羊户也没有人去拉那个武装出手啊，这呀龟身断了，大死亡断了，还属毛啊，
不用数了，观众方的话想一开始想扛住啊，真的是想扛住，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感觉真的是有点扛不住。19回合场上观众方就两个人，两个人的话只能出好吧，还能干啥了，对面场上两只地形加九力神加法系输出没了，感觉抬走了。正北大克对面九力神砍的真的是太痛了，真的九力神砍的太痛了，完了完了。现在的皮克都打得比较快啊，19回合紫禁城打前面两场用九力神的话也是十几回合各种推掉是吧，看看这一波怎么说啊。地形的话可能打不了太多，主要是观众方为什么上盘丝，主要是因为没有两封系啊，力爆武装转力的没有另外一个武装啊，没有另外一个武装点血的那样是不是，你只有这一个武装做力的，你告诉我只有一个武装做力的，你没法整了，这是你上另外一个风系只有盘丝了，没有别人了，没人了，除非你报名的时候报两个武装。三荒怼浮空，孩子刚拉出来锤了一刀，另外两个人被浮空1400、1500、1800暴击3200，对面的法系给地形加了个笛子来哈，全罚的应该只剩隐身虫了，看孩子能不能吸收保得住，孩子吸收保不住的话也没了，孩子不是吸收的，剩最后一只隐身宝宝了。在观众方女儿生想吃行也行不了，这没数的又是喊个鸡儿，吃行也不行，没了，这就真的没了吗，还不如国标是吧，确实不如国标。如果说上一手赖大行好吧，开个地震啊，就他妈跟他扛到绝杀的话，真的我觉得这皮克还能扛一扛，这么打的话这没了，这上国标的话会不会更好点，上国标用赖属性扛不住。孩子虽然神了，但是对面还有地形，电孩子5400太猛了，灵动吸收的孩子确实是个吸收的。这只隐身虫能怎么办，这只隐身虫那女儿村起来出个宝宝，先出只神马，女儿村先出只神马，出只隐身神马，先拉地府的，拉地府，地府爪子抓下那边女儿村，想抢艺术慈航了，这是想艺术慈航，对面刮孩子，三荒浮空，孩子被怼翻，地府被打死，最后是隐身虫。法系的话对面是幻听子，没医术啊，对面死命吃蓝药，没有医术啊，没有慈航机会啊，没医术，这女儿村不敢调太快啊，调太快的话被他们九力神砍废掉，你调慢了的话知道吗，没慈航机会，还是观众还是拉地府还是爪子抓吗，还是先出归宿隐身，先用九转来扛着，对面地心精心一剑锤地府，避雷击破怼，而且现在武装的状态已经是烟消云散，你看这武装除了一号漫天好吧了，没有任何的状态了，归真了还丹了全掉了，就算是给观众们重新站起来的一个机会好吧，观众们也需要十回合来，至少需要十回合来重新调理，少说得十回合。22回合这一波的话观众方应该都是归宿隐身，一只红孩儿活了，红孩儿基本上算不了数了，红孩儿必死无疑，对面一个冰川红孩儿就没了，对面九里生这波两个技能可能会魔神施法一手，对面继续拉三合的神马，防止观众方起来四行。三合神马宠，归宿娃拉起女妖村，拉起化身。等等，这两只猫都是高速吗？这是，保点力气。对面并没有选择直接打过来啊，打过来女妖村可能死了都。神木林倒是去秒了，秒到盾上没死。法莲连一手化身还是被秒掉。冰冻女儿村还要死了，对面宝宝把观众们刮死了，这不摧枯拉朽吗，这是九力神太狠了，这九力神猛成一把刀啊，这么打药也支持不住了好不好，只能靠慈航来缓解好吧，观众们这撤退再见，不跟你玩了，没跑掉啊，鞭尸一手，
确实没法整啊，这个阵容确实没法整。如果用国标的话，耐属性来打的话，开个地震是吧，死扛的话，不知道对面砍不砍得进来。这对面主要是砍得太痛了，砍关他妈盘丝，砍关他妈地府，打天上的时候砍他妈30004000，砍好几刀，关键是吧，一顿30004000，这谁扛得住，你告诉我，真是砍得太痛了。一回合清两个宝宝，一回合把好几个人全部砍残，这谁吃了消，这是啊，关照宝宝孩子撤退好不啦。